哪一个部位最敏感？敏感。那你全裸被看到的话，你会先选择遮哪里？奶头。哇！太强了！好棒！哇，厉害厉害！感动太大。不要动太大，厉害太大，我们都挂掉了。这个音乐三分多钟嘛，对。比在某些床上的运动还要更舒服。最爱跟另一半做什么事情？做爱。你哪一个部位最敏感？敏感。刚好讲乳晕这个部分，因为之前在国光自己有讲嘛。有多大？没有很大，大概这样。那不会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erena 陶心宁，身高170公分，体重跟你好像比较瘦。48公斤，32、1、2、4、35。为什么会想要开这样的美肤创研所？对，因为通常我们听到美肤啊，就会感觉有点不太对劲这样子。所以你们为什么？为什么听到美肤会觉得有点不太对劲？对，就感觉好像有别有用意这样子。所以你们这边有服务的项目大概有哪些啊？有纹绣，就是做眉毛、眼线，然后嘴唇，然后甚至有做乳晕、发际线。然后有体雕，就是可以塑身的，然后还有除毛，然后还有做脸这样美肤。刚好讲到乳晕这个部分，因为之前在国光自己有讲嘛，有关于自己的小秘密。没有小秘密，我觉得现在就已经是众所皆知，整个东南亚好像对有看国光的都知道这件事情。所以说如果有那方面的困扰来你们这边，你们就可以帮他完整的服务这样子是吗？对，像有网红香菱也是来我们店服务。你现在是爆料他有这样的困扰？因为他有 po 到 YouTube 上面啊，就说他来我这边做乳晕。会有男生来做相关的？超多。其实我们很多客户都是男生，譬如说男生会来除毛。除毛？对，男生哪里的毛呢？大家不要想歪，就是可能会除说胸毛。胸毛？或者是腋毛这样。为什么男生有胸毛不是很性感吗？怎么会想要除掉它？我觉得男生有胸毛不性感可能是外国人有才性感，就是感觉很好像很臭，很臭。所以你都是亲力亲为，然后所有的客人啊，有任何要咨询啊，或者要需要哪里服务的话，都是你亲自服务吗？因为客人真的很多，所以不可能全部都我做，因为像我们只做熟客，没有只做熟客啦。像我们店的生意，遇到会更怪如果只做熟客的话。你是说做那种私人？喂，没有啦。耶！我现在躺在美容床上面，现在就要为大家示范我们的超舒服的专业体雕。那欢迎我们的专业波筋按摩师一平，他要由他来帮我操作，然后就是那个被示范的人，好开心哦。他这个跟就是按摩的差异到底是在？我觉得是手法还有方式。嗯哼，对，因为按摩的手法太多种了。嗯哼，其实按摩有分很多种。然后呢，也有瑞典按摩，然后它是走芳香那个精油按摩，所以像这种都是很舒缓，然后像很多人也喜欢到巴厘岛去做按摩，对，就类似这种，对，然后就会很舒服。我觉得这个比在某些床上的运动还要更舒服。例如什么床上的运动？譬如说瑜伽。OK， 那现在接下来是要按背的部分，对不对？背，耶！我超喜欢按背的。所以背的话，主要是让舒缓哪个部分呢？老师，还有现在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很多人失眠，睡不好。就是我失眠跟背也有关系，是不是？对呀。那小诗，你自己最喜欢按哪个部位？我个人喜欢按背、按胸、按小腿。那就是全身的。那你自己会帮男朋友按摩吗？会耶。因为我是真的会按摩，那我就觉得抹一点油，然后香香的。抹油就是重点是抹油，不是就是还有帮助另外一半，就是舒缓他的疲劳啊。那就在你享受按摩的过程中呢，还是有一些问题要问你，好不好？你要问我什么辛辣的问题的？对，有没有一些快问快答？好恐怖哦，我好紧张哦，这完全都没有蕊过哎，完全没有，完全没有。好，那就在你按摩的过程中，我们现在来进行快问快答，30秒计时开始。请问你最久几天没有洗头？3天。那你上一次接吻是什么时候？
是耶。那你最爱跟另一半做什么事情？做爱。你哪一个部位最敏感？敏感。那你全裸被看到的话，你会先选择遮哪里？哪一头？你做过最肮脏的事情是？就是去踩泥巴。踩泥巴也叫肮脏？泥巴很脏啊。OK， 好，那你交过几个男朋友？三个。你第一次对异性有感觉是几岁？15、16吧。那剃光头跟全裸，你要选哪一个？全裸。OK， 好，时间到。所以剃光头跟全裸，你宁可全裸？当然啊。哇塞，为什么？全裸很正啊。全裸很正是不是？全裸很好看啊。OK。可是剃光头不好看啊。那刚刚有一个问题啊，对，就是你全裸要遮的话，你会先选择遮胸部？就是乳头。哦，乳头是不是？全裸你会先选择遮乳头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私密处有做全除，所以看起来好像也没东西。不是应该先遮脸吗？才不会被发现是谁啊？哦，真的好好。你怎么会想先遮乳头？那你最喜欢跟另一半做的事情就是做这一件吗？还是还有别的？最爱的不就是做爱吗？不然还有什么事情是除了男朋友以外都做得到吧？哦，也是啦，也是算蛮直白的。对啊。胸部这个事情哦，比较就是比人家稍微啊伟大一点，傲人，带给你最大的劳累跟痛苦是什么？好像乳晕有比较大一点。是男朋友讲，就是看到啊，我们那群女生换衣服的时候，好像看起来就哎，好像我的有比较大哦。必须来比较一下。你要怎么比较？你要怎么比较？等价交，超脏的。这种你就很想示范，或者是怎么样？怎么哪有？来，欢迎小四。哎，欢迎小四。哇，小四。小四，这个播出之后呢，大家对你的那个身体的某一些部位是相当的好奇啊。嗯，对，就是一直围绕在我的。就是你提纲提的那个部分，就是他们会用一个很哇，你的乳晕是不是蛮大的这样子？哎，嗨你好，嗨你好，就是比如说现在给的太慢了吧？现在是忠孝东路敦化南路口，不是要过红绿灯吗？这样。哦，你的乳晕很大哦，是这样的吗？就大概是这种感觉，就是他们会看到那个节目播出之后，就会很好奇说，哎，你的乳晕是不是真的那么大？所以朋友间会聊这个。朋友间就说：“哎、欸，我看你那一集，你是真的很大啊，没有人，那没有人说真的跟你哎、欸，切磋一下，就是交换啊，真的你女生，你不想求证一下吗？嗯，可以啊，不是、啊、我的意思是说可以是吧？老师，没有，只是兴奋，嗯，不是有多大？没有很大，大概这样，10元，那不会啊，啊，你跟啊就不会啦，其实50块，就是说你去游泳池更衣间，大家都在讨论。”来了，没有，就是有新认识男生对吗？然后我们聊得还蛮愉快的，他可能看到那一集播出之后，哎，发现怎么他好像都没有再跟我联络这样啊？真的？真的假的？那我就觉得应该是这个原因呢，导致就是他可能会觉得很尴尬。这什么尴尬？对呀，对呀，尴尬。其实我们讲实话，照比例上来讲，其实不大。嗯，可是因为他那个太大，嗯嗯，那人家的太小，嗯，所以那个比较起来，可能他会自认为乳晕稍微大一点，其实不大，是，其实是刚好的。所以电视机各位朋友，我跟你讲，不大。不是有代言的，事情是乳晕学会了，乳晕博士，乳晕专家，事情已经闹到这样了。哎，我们总不能说，哎，我跟观众，哇，不得了啊，哭死啦！就是对啦，我们造成了他这样人家的疑惑，嗯，我们就我跟你讲，真的，这样好，超尴尬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我这样可以啊？那粉丝怎么看这件事情？就是我那个粉丝专业，那他们那集播出之后，他们就有一个在底下留言，就说，就算你的乳晕很大，我还是很爱你的这样子。真可爱，对呀，喜欢你的男生应该这样。林先生出了
对对对，真正的爱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刚才讲嘛，其实女人的每一个部分都是神圣的。嗯，你爱她就要从头爱到脚，嗯，每一个细节是都是我们最觉得最完美的，那才叫做爱。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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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啊，不可以啊？怎么这么直挺挺的？是画上去的，哦，印在我胸上。哦，哦，去外面一下。蹲低一点，然后哇哇哇！哈哈站着起来吗？一点点，微博。我今天已经写好，就是关于我喜欢怎样的男生，但是我只敢偷偷的给。哇塞，放在哪里啊？给什么？是魔术胸罩是不是？是，我写在这一张扑克牌上面。哎呦，只敢给你看。好，谢谢啊。不好意思，是吗？怎么了？不能让这个不能，没有啦。喜欢康哥嘛？这是一张镜子牌。哦。有没有女生魔术师就是懂得？我被撩走了。很会，很会。身为一个职业的魔术师呢，一定会随身带着。你在里面可以放好多东西啊，小叮当啊。因为呢，这么厚，你可以放进去。因为我心胸宽广啊，心胸宽广。然后呢，由于是刚才紧贴着我的胸部，所以还温温热热。来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哇！过来开心的，这个边，哎，我这边很痛，不要那么美，不要不要不要。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。对。好。然后呢，还请帮我拿着牌盒，谢谢。现在呢，请帮我确认一下，看着我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小弟有要求，你说牌盒要干嘛？可以哦。你要确认一下有没有作假。哦，好。他也你也想摸那个牌，你那个摸完我也确认一下，没问题。有没有乳香世家？好，来看着你。好，看着我的牌来。哎，好，你的牌。我的牌是不是花色点数都是不一样的？确认一下。对对。好，来，现在呢，我一张一张把牌往下翻，那伸出一只手指头，一只手指头，手指头，手指头来帮我点一张你喜欢的。好。我点了，好点一张你喜欢的牌，好这一张，好 ，OK， 来，帮我记得它，我不看，记得它，哦，我看，所有人现场来，好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好，现在呢，请你帮我把这一张按压在你的胸口上，嗯，好，现在我眼睛要睁开喽，好，来，一只手借给我，这要干嘛？不好意思，请问是这个是红色的吗？啊，是红色的，没有错。我是说，你今天穿的是红色的吗？我今天不是穿红色的。嗯，我今天穿的是红色的呀。这什么游戏？我是说花色是红色的吗？哎，花色是红色。哎，我一直摸着我的心跳，心跳是加快的。它是红心吗？红心。数字不大。嗯，严格说起来不大。再大也没有我大。你最大，红心六，怎么可能？他是红心六吗？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请把扑克牌。就是红心六，请等一下，这个魔术还没有结束，还没结束。来，红心六继续帮我压着，哦，继续压着。我要请你看一个东西，请仔细看。哎，要看什么？糟糕，这样好，这样好吗？糟糕，完蛋了。红心留在这里。对啊。来，你干嘛？哦 ，Oh my god！ 这什么？这不行！哇！你低一点，你低一点，你低一点，你低一点。你要啊！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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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小弟，这可能。太方便，单身的小弟有吗？单身小弟，小弟，小弟，请问要找他们干嘛呢？干嘛要干嘛干嘛？单身小弟，有一只手指，然后呢？好，帮我确认一下，红心表示。哇！有开心吗？这个就可以了，不可以啊？怎么这么直挺挺的？是画上去的，是真的印在我胸上。哦，哦，去外面一下。处理一下，好，谢谢大家。预言好了，预言好了，真的哎，好强哦！怎么会？好强哦！我觉得最强的是后面那里。对，可是我想看到整个红心六。对，验牌要求验牌。立冬怎么样？没事，太棒了。
有坚挺哦。没事没事，他真的很厉害。好，你用手感怎么样？我现在手好像没办法弯曲了。手指充血，太硬。手指充血。王志飞，你觉得什么时候男生会照这样？以我就是在表演魔术的时候和我日常生活中的经验，我觉得四目相对的时候是最动心的时候。眼睛一对到的时候，很多事情在那个看对眼几秒钟之内都已经讲完了。都明白了，你知道吗？男生会失去理智，会扑上去吗？不会吧，不至于啦。对啊，但是会就是失去判断力。会。对啊，你也会吗？我自己有训练过了，但是通常我会。就是很着重在，尤其是在变魔术的时候，对，去看着我的观众，让他忘记一切，转移他的注意力。你现在用你现在的那种眼神去看绿茶，好不好？一杯，他有点远耶，我试试看。好，绿茶一杯气。哎呦，电到了，有。我觉得有血什么？太羞了，有反应了。王子飞，你看过他们什么？失去理智的行为，就是我在展场上面有卖自己的写真，那其实那个写真是蛮不便宜的，一本要1000块。那但是你如果买我的写真的话，你可以就是和我合照，那合照的时候你可以把整个脸埋在我上。埋头苦读吗？对，埋头苦读。对，那就是其实卖的还不错。那不是这一定的啊，只是这是可以的。没有，我只想问一件事情，哪里报名？今天还有卖？那个11月那个有还有活动可以。有时间限制。现在要不要先卖一下？我可以示范一下当时是怎么。哇！这个大家筛骰子吧，筛骰子，没有。买的，不要怕啊，怕什么啦？不行，这个不行啊。有都有红的。这时候这种态度就伪君子了。是啊，对啊。你在做节目，为了艺术。对啊，对啊，为了节目。好，我会。今天是我生日还是？我会请那个他们稍微蹲低一点。蹲低一点。稍微蹲低一点。OK。真的，哇！你罩不住，我罩不住。你刚颈是好硬，好硬颈啊！这是被压头，不习惯。我们第一个60秒保卫战，就是说呢，它是生理时钟，就是说我们这边开始，然后他自己要默数60秒，在这60秒中间呢，你就要不断的去，你知道？干扰他。Yes。好。Yes。聪明。然后呢，我们看他到底会不会被人家被影响。OK。好不好？用自己的爱，对不对？崔克。展现一下，冷静了，啊，崔哥啊，我非常大家非常非常定的，非常定的，定，非常定，让崔哥知道什么叫老不休，好强的感觉，不是，你知道身材，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大家想一下，王晨，你是做全套的，哇，你全部拿过来，这什么的，对吧？哇，很多道具，好，预备，开始。我要按这个，对不对？对，按了没？还没开始。好，来，可以。哇！怎么？阿弥陀佛！好笑，笑死我！哇，给你丢来啊！交个朋友，我觉得多好笑。他表情，这边有这个跑出来的。太强了！哎，怎么变反水座？反水了！刚刚盘腿了，受不了了。你是叫吴林？你要加一下还是？对，你们才是。你也不过，你比较近吧。
你才赢家几分而已，赢十秒钟哎，赢十二秒，四十四是哦，差不多。那个都流出来了，讲清楚啊，对，都是哎。不行这样吧，好，飞很恐怖哎，可是你赢，你赢了，你还是赢，谢谢，你还是赢，是大魔王，大魔王，我靠，太厉害，很恐怖，站起来吗？可以，他已经站起来了，一点点的微博，我的三围33、24、33，33低哦，对，哦 ，OK， 什么星座？巨蟹座，交往经验几任啦？10任，哦，厉害，这样，谢，应该说现在目前为止。他最懂男人，对啦，对，要十根手指头。他只是比较诚实，对我，所以大姐12任了，是不是？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女生想要分手之后，通常会有哪一些迹象？对，连这征兆都还好。的来源，露出本性，我可能会露出本性，因为我对不起，你的本性是怎样？你是屠夫。我本身就是一个对自己和。对另一半是其实很严格的人，有点像找麻烦、挑毛病，就是可能另外一方会觉得你找麻烦，可能会有这样子的觉得。我对自己的标准本来就有一点完美主义，那如果和另外一半在一起，我们都会说哦，要可能要互相体谅嘛。但是如果你很爱他的时候，什么都 OK。也不到什么都 OK， 我可能会稍微容忍，比较可以包容，对的。对，但是当我想要和对方分手的话，我可能就这个容忍就会变得就是很淡薄，这样子，那我就会觉得说我看这个人不顺眼，那当然就是会觉得你就会露出真面目，就对，就会露出不爱的时候，我跟你讲，看错什么都错，对，真的，就那对方可能就会觉得，你怎么那么凶这样？比如说，王子良跟张艺谋分手的。不要脸，姓张，硬挑的姓氏，这不至于了。不叫立西，叫立东呢？欸、你吵很久了，你知道吗？吵很久，对啊，就会，容忍度零。对，就是可能会嫌他，我是很讨厌啰嗦的人。那如果就是可能对方会开始会说，哎、欸，你这样子。啰嗦，对，啰嗦就会说啰嗦这样，而且还没讲，你啰嗦，还没听完，接下来恐怖喽，手段来，你们讲过什么分手理由？那你讲分手理由，跟你真正原因都要讲出来。没有，子飞，其实我这10个男朋友，很多时期都是学生时代的，那学生时代就比较是那种纯的爱这样子，只是牵手而已，对，就是 puppy love， 懂你讲，对，那。像有一个是国中时期，那他其实是我小学同学，那个时候我就空虚寂寞觉得冷，我就跑到隔壁班去找他，然后和他说，哎，我们在一起好不好？然后他就说，嗯，好啊。然后我和他的交往大概这3个月都是中午找他去吃便当，是吃便当，不是火车便当。然后我们学校不太会。好，你现在突然讲这个，我们就有画面了。OK， 好，然后吃便当，吃，我就觉得我们真的就只是陪伴而已，就陪伴这样。然后过了这3个月，我就跟他说，哎，我觉得我们真的还是朋友，我们。不像情人，我们不像情人，我们分手好不好？他说，哦，好啊。之所以交这么多个，其实大概都是这样，类似就在摸索感情是什么，怎么一回事这样子。其实我大部分都是被分手啦，对，所以我不太清楚说就是甩人是怎么一回事。那你在乎男生个子矮矮的吗？个子矮，我觉得男生比较在乎我太高这样子。一翔，你在乎女生高吗？完全不在乎，真的吗？越高越好。一翔很壮，他喜欢高。一翔，告诉他你多壮。哇，最近比较没什么练嘞，哇，哇，配乐好小声，刚脱，哇，配乐超小声，真的，哇，有，过去握个手，怪，有，壮，自我介绍，壮摸，壮介绍，壮摸，用胸肌夹他脸，夹他脸，夹住他的手，好冰哦，夹住，谢，不错。可以吧？可以，要瘦，厉害！感动太大，不要动太大，厉害太大，我们都挂掉了。这个音乐3分多钟嘛，对，一定很厉害。什么东西？什么脸？对啊，哇塞，雪碧 always 就是这种最厉害的。别这样，皇后，你这个后宫穿，皇帝就崩驾了，驾崩。那个是世袭在用穿的。是什么样子容易？哎呀！
蹦架，哇，这不像蹦架了吧？这厉害了，我整个单是蹦架，我整个崩盘了吧？蹦架，就是那是线吗？绣花，绣花，就只有线而已。注意啊，这里。哦，这是小网子，这是有网子的，小网子，小网子，有网子哦，很透，很透气耶。这可以穿吗？这样身体才会有呼吸啊，这要黏住吧？这个呼吸惨了。对啊，哦，这太夸张了。可是这个哈，我觉得可以。两朵大红花。可这个我觉得很夸张，就是上半身的确非常的 over， 下半身呢是保守。保守，对，下半身有点像那个以前珠穆马场穿的，对，三角，三角，三角，有70、80年代三角裤，欧美都会走这种比较高腰路线。我想请问一下，你的货源，等一下，你这里还破开。哦，有破开哦，好，那我等一下缝一下就好了。不要缝，没有，来不及。不要，那个是情趣。哎，他是不是？等一下，请问一下，这件货源是从哪里？哦，我也是在那个淘宝买的。多少钱？淘宝。哦，很便宜耶，才不到500耶。啊？对，所以这边才破掉。哎，所以这个部分，所以我觉得在泳衣、泳裤上面，我们男生的成本比较高哎。是哎。对啊，这个买起来也这个当初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去买的这件？没有，因为我之前有冷绿灰。不是，你喜欢那个吗？一个团叫枪与玫瑰。哎，对对对，我真的还蛮喜欢，我喜欢他绣花。上当。那等一下射杀我一下吗？好，不聊。我之前穿去海边的时候，还有那种就是很多人会看，但因为我自己就是比较害羞，我会不敢。你会害羞？你讲清楚来。我说害羞不敢看别人有没有在看我，就是眼睛一直往前，所以我朋友都会看说就是有没有别人在注意我。然后后来我穿这一件就是走在那个海滩上面的时候，就有一对情侣，然后就是男生就一直这样看，一直看，然后那个女生就直接，哎，不好意思，借我示范一下。没有，我大概懂你意思了。你借我是，哎，示范一下，因为我是，你一直看，你看我。哎呦，哇，就这样子，然后现场我朋友，对，不好意思打太大力。等一下你穿之后我就包起来，可以。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个测试。哎，我也有一个测试，500张拉单杠。二爷，这里会断掉了。不过哦，他那天穿，我知道那个事件。哎呦。今天造成了海边那个鲨鱼疯狂攻击人，又攻击了，攻击，对，乱咬，鼻血太多。那你每一次穿这个都要粘，不是很麻烦吗？可是好看啊，不能这样子。女生不怕麻烦，就是弄到侧乳，然后中间也可以。可是你粘下水是 OK 的。这个当然就是没有在下水，我的水都下在这边。挺惨的，我是在下水。而且有一次厂商就是看到我下水都要淹死，因为他一趴就大家就砰，全部跟着。我觉得我趴下去上来就可能就已经整个大歪了。对，哇，你这个太厉害了。好啦，下去换给大家看吧。对，决定动作不要太大。哎，好害羞哦！不是这个画面，好像人体摧毁。这个，你们在笑什么？明明就很好看。对，非常好看。好看，他们怎么看到我讲话？他好看到超出我们预期。你的玫瑰很立体，可以。3D 玫瑰，3D 的。把 monitor 推进了，因为我们不好意思转头。对，我们看画面就好。哇，这一套厉害，真的太猛了。这个。我们没有资格评判，是的，在这只有王老师可以对王老师，对老师怎么样？正面能量。嗨，老师好。有一个英文字，叫 warless， 什么意思？就是没有字，无言哦，无言，没有字，太厉害，你只剩而且我跟你讲，重点是他曾经穿这一件去过海边，你想想看，你这太真的很夸张，那我就这样子走。这走一定会看的嘛？对不起，这一定会看。女朋友才行，难怪被捏那个女朋友。但是我说实话，我真的，如果我在海边看到这，其实我会笑出来，开心到笑。可是这我认同哎。他穿起来唯一一件事，他的裤子没有我们刚刚看那么恐怖。哎，裤子就 OK。就是这样的。为什么你要？他还是你还是想到日本摔跤吗？徐哥，欢迎魏连成。徐哥，你是不是会惨快坏？是，我觉得非常美。你真的，我真。但是我女儿摔跤，你们杀了他吧。
辣手摧花，当场。可是我家里人会对于我如果拍照穿这样，他们没有介意耶。不是，拍照是一回事，工作那是静态的，也是。你知道，在拍照你呈现出来的照片永远经过筛选，所以就都是最美、最安全的一面。是，但是这样子。好像真的不太能动哎。对啊，这玫瑰花一动，对啊，我们现场所有人好像都不太能动。你刚刚动起来，你刚刚左边的玫瑰花不是花瓣有一点？对啊，我看一下，哎，我没有粘到。你不要说话。冷静，冷静。现在，各位，动态的表演要开始。没有，我觉得侧面比较好看。哦，侧面，侧面。那你等下走秀，走侧面好不好？侧着走。请走秀。好，走秀。哎，走侧的。厉害厉害！感动太大，不要动太大，厉害太大，我们都挂掉了。老师，这个音乐三分多钟嘛，对。好，来，哇，遮的厉害，怎么在干？走，拿开。好啊，这个 OK 吧？腿很漂亮哎，我的裤子有点短。遮的厉害，怎么在干？Michael Jackson 是吧？就是 Michael， 太短了。Michael， 手放在干嘛？你手拿开。这没塞啦，你不能出来，没塞啦，不要霸凌 T 恤好不好？要干嘛啦？不能走动。欢迎。你们说，刚刚那一刹那，我是不是被剑气掌风所伤？佩服潘哥，我还顶住了，厉害！要你们高手，高手飞起来倒退五尺哦！大哥，你撑住！大哥，你在干嘛？你怎么是你脸色越来越苍白？弯腰，弯腰。张雨欣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张雨欣，33。那个不能再34、33。是的，请问你什么星座啊？天秤座。哦，天秤座，什么很公平啊 ？O 型。O 型，天秤座 O 型怎么会今天这样子穿着？你的表现的重点是平衡，平衡啊，平衡。没有，他是因为北半球待腻了，总是希望看看南半球的风光。想去澳洲玩，我愿意当你的南半球。好，那你过来。不是，过来。不是你。你不要吓坏我。你现在做任何动作，我都会害怕。对，你站好就好，你站好就好。不要担心，有安全措施。前滚翻了，不跳不走路，有气囊。就是说这么大胆的一个尝试，你怎么会愿意去做？因为我觉得，如果过了该有的年纪，可能就没有这么负，就是穿衣服可能没有那么有自信啊，或者说没有办法。就是要把青春最美的那一刹那间永远留下来，可以有低潮，高潮跟低潮，高潮跟低潮，哦，这就是男女的不同，因为我们只能一次，你不能给你一次，可以给你一次，哎，来，各位，哎，照片来，照片来了，照片，哇。这个拍得很胖，刚吃完羊是吧？乱讲，刚涮羊，刚刚干掉一个人，哎呦，特务杀手，杀手，然后结束了一场，今天打得不够准，枪战，下一张，对，是在那个一个废墟外面拍的，那天还下，哎呦，我靠，真的是很大，这个曲线已经到了，哇，对，我只有看过巨石，巨石强森，世界奇观的欧美，所以我喜欢欧美，所以我拍，他喜欢欧美，他喜欢欧美，欧美，欧美，对啊。这厉害，很欧很美，你这样的一个穿着，像这样拍这些照片，这样的一个穿着，应该要具备有很多条件，好比说你身心，哦，怕人家的舆论之类的，或是对啊，就是你要有这个准备，因为其实大家看到我照片拍的比较性感，对，所以其实很多网友或是粉丝，有些很支持，有些会骂的，就是比较说感觉我是个随便的人，还是有对不对？骂过什么？骂过什么？最难听的有什么？就是他想说。就这么会吃，可是你怎么拍呢？就是拍那么大的尺度这样。因为我之前有去日本参加大胃王比赛，然后有跟他主持那个时尚玩家。搞半天你，你已经认识啊？我跟你讲，以后做不做单元呢？我们要准备那个电，这样就把他绑起来电他，有没有认识的？你们刚才没有问嘛？我们刚刚没有问啊，我们没有问，但是一出来就哦，原来是你啊，至少应该基本的装不认识，装这个倒这样，问问你最起码暗示啊，哦，这个南半球我看过，没有，你去过？我没有，他来吃美食节目也没有这么的，当然，对啊，没有嘛，当然，因为重点在美食，不在我
我啦。对啊，他就是你们，他就是一个艺人，是是，他知道什么时候该有什么样的穿着来配合，嗯，是不是这样？太不知道，还不知道，哎，糟糕了。他平常也是这样穿吗？他平常是这样穿，到垃圾的时候。他其实蛮大胆，类似这样啊。真的假的？类似啊。就爸妈比较不会，他说你只要做好防护措施，基本上你不要去诱惑别人什么的，基本上你这样子不诱惑你爸妈 OK 吗？他看守过关的。不是你手为什么一直这样讲？他是 Michael， 你知道吗？你那个自然一点，你抱抱他主人哦。在这边来是不是？没有没有没有。什么装置是不是？对对，来，继张立东之后，他也有主题曲，有没有 Michael Jackson 的歌？棒棒棒棒棒！我有 Billy Jean， 我的天哪，对不对？耶！你看，我都配合你了，真的。你不用，不用，你不要乱动，你不要乱动，你不要动，不要乱动。因为这个衣服比较特别，所以我这肩膀要就是属于那种就是钉住，可是下面可以动，所以也是可以做的动作。不用，不用，不用，他身体姿势是会走光的，是不是这套衣服？因为现在有防护措施，所以我们。要为了节目着想，为了节目着想，所以平常你不做这些防护措施，那就把今天当成平常神。哇哦，哇塞，这个是什么？好特别，这是我想要看抓龙筋哦。你没有那条筋，好吗？龙筋啊，很痛吗？对。来到曼谷，我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按摩，你能带我去完成心愿吗？他说来这个曼谷一定要按摩，不要介绍那种一般般的按摩。你好，女生，按子宫按摩。哇，子宫按摩？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我觉得听起来怪怪的耶。什么是子宫按摩？不是那么可怕，因为会让如果你按了，对不对？你身体会变好，对你身体很好。然后有时候小便的时候会很顺。所以这个子宫按摩很少见吗？很少见，因为很少的师傅会按这些东西。是不是让哥带路？这种小小心愿，哥一定使命必达，而且要做就要做最特别的。就让我先现身为观众们试试这特别的子宫按摩。其实很难得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宅男女神，所有奇怪的知识在镜头前面一应俱全的展露无遗。我觉得好赤裸。哎，他现在压得很深呢，感觉你肚子都凹下去了。是我有点想放屁。啊！不要！我没有，我有忍住。而且哦，这样特别的感觉。真假？对，就是胃，然后两肠。如果你吃东西啊，然后如果没有胃没有消化的话，就要按那边。哦。哇！哦。哇塞，这个是什么？好特别，这是。哇，乖乖没有？好不好？十八招大招来了，好不好？出招了，出招了！现在呢，他腰椎整个被顶在膝盖上面。这边是真的有按到子宫。哦，他现在就是真的按到子宫的这个部分，往下压。压很深。会痛是不是？有一点。要压深，这个是为了就是你小便的时候，或者便池来的时候，都会让你的肚子不是那么痛，然后小便就会很顺。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跟我一样，光看到这个画面就觉得很顺，但哥推荐的没那么容易，大绝招来喽！现在干嘛？他弄大绝招了吗？现在干嘛？不要干嘛！啊？谁啊？救命！我来了！救命！灵盆嘛，要不要拿白毛巾咬？可以吗？你现在是喊救命对不对？还是弃权？投降？投降？你现在是机长吗？你现在想要选台北市长？Oh my god！ 女明星的崩坏。啊！我的妹妹去了一趟地狱，超痛的。不过忍一忍。
人，下次月事来的时候真的会比较舒服。师傅说很多人都不好意思要求，其实只要跟师傅讲一声，他会很乐意帮忙的，而且找对人很重要哦。几号？33号。背起来了。谢谢师傅。那我现在我想要看抓黄金了。啊？抓黄金啊？你安王不是很舒服？你想要看抓黄金，你的嗜好也太特别。好，哥就成全你一个愿望，今天就让我们的弟弟妹妹都爽快。传说这个即将失传的技术可将男人隐藏的气节舒缓，因而解决深层疲劳的问题。不止如此，它更是从泰国王朝建立以来宫内的包身男秘技。究竟有多神奇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你怎么啦？不是，因为我现在要做的这个抓龙筋哦，跟你刚刚那个子宫按摩的尺度是不一样的。是吗？对，那个是按摩腹部，对不对？嗯。但我现在这个就是真的会 touch 到龙筋。哦。尺度太大，不然这把我会记串，你记住。好吧。好不好？好不好？那太害羞了，好不好 ？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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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OK， 好。你好。สวัสดีครับ。สวัสดีครับ。สวัสดีครับ。你怕什么怕？内裤也脱了，好 ，great， so nice。你要吗？他现在这样按的这个地方是就是这个部分，跟树根，你到树根了？树根了，原来树根有筋。树根的地根有条筋，所以大概是岁末强档巨献，连我们达哥也现身。以我专业本地最出名的实习生判断，达哥应该是受到严重打击，连话都说不清楚。这痛感，我想我一辈子都无法体会，还是让达哥亲自说明吧。给没啊？痛吗？痛不痛？你逗逼！你好意思？而且他不是就是按，是用捏的，你的真心的。啊？你没有那条筋？好吗？龙筋！啊！很痛吗？对。而且这个部位，就是大树旁边那个。大树旁边两，好不好？这是两只腿啊，这里呀，这边这样子往里面这样子推推啊，大概就是这两颗棒球的旁边啊，哟，捏下去，可以这样割啊。33号师傅因为老公开刀，小便都会出血，寻遍医生都无法医治，下定决心学习抓龙筋这项即将失传的技艺。老公的病情从此好转，抓龙筋由于欠缺对象练习，已经快要失传。达哥，你要珍惜啊！哎呦，再来一招啊！大腿的筋给他撕痛撕痛的。拉很大呀，跟拉霸打弹珠那个有没有？又蹦又打，两颗一起打，差不多那个感觉。